好的，下一位甜美女孩也来到现场，让我们欢迎张雅涵。哇，好甜哦！哇，你看下来的那个步伐，整个人都是蹦蹦蹦蹦蹦蹦蹦，轻盈，小有妆弹簧了。对，而且你在别的节目中跟小钟配为那个 CP 组，对不对？对。说把我们正宫放在哪里？开玩笑，你们立刻有晚娘脸啊，有一点点后母的感觉，感觉后面有藏刀。你觉得菲比配得上钟哥吗？我觉得钟哥配不上他。哦，那你跟他配在一起，你喜欢钟哥吗？就是哥哥的感觉啊，就哥。他如果认真追你，有可能追到吗？没办法。问题出在哪？他太哥哥了，他像家人了啦。你是走可爱路线吗？平常其实不是哎，所以你根本就也不会有那种什么抓头想事情会扭来扭去。哎，不太会，我平常蛮大辣辣的。就算有另一半，你也不会跟他撒娇吗？我只会跟另一半撒娇。你的撒娇法是哪一种？你会声音会变调吗？或者是口齿？我会讲外星语。外星语？你现在有男朋友吗？我现在没有。但是你交过的时候，你会讲外星语？对，我会讲。好，假装他是你男朋友。你要就是 baby， 我想吃。啾啾，现在就要吃啾啾，现在很亮啊！吃啾啾，啾啾是什么？啾啾可以这么亮的是可以现在吃的吗？就是我会讲一些什么，比如说我们会自创一些外星。先告诉我啾啾是什么？对，啾啾是什么？例如火锅啊，我们很爱吃的一家火锅，我们就会自认它是啾啾啊。暗语啦，暗语。而且你会把餐厅或者什么家具取名字，对对对。所以老师，你觉得他扮男生？我觉得会很帅。很帅，从哪边看？因为他为什么不会让女生讨厌？是因为他本身的行为举止其实非常自然，对，他没有做作的成分，很帅性，我是很 man。所以刚刚第一位，你觉得有做作是不是？不是，就是他比较怎么讲呢？就是37岁会表演，对，会表演，他懂得，他懂得抓住男人的心啦，应该本科啦，对，本科生。二号那位呢？二号就真的。他就是真的男生，没有在表演。老师都藏了男生，老师的评语不藏了。那我们也要请雅涵去帮我们改造一下了。好，没问题。请那个甜美的离场哦。好，嗨，豆豆，拜拜，拜拜。这好小只，她真的好可爱，很有高中女生的感觉。对，接下来下一位甜美女孩也来到现场了，欢迎 Wendy。哇，又长高了！你没有吗？哎，你是甜美的吗？我是气质的，可以吗？今天穿的也不算甜美吧？我比较喜欢走气质风，因为我太高了，所以我没办法就是太甜。你有多高？太我174。174如果穿全身粉红色是不是很怪？我这没办法，你做不到，我做不到。而且你本身是不是抗拒粉红色？是还好啦，但是我比较不会，就是特别穿什么 Tiffany 绿啊，或是蓝色或粉色这种，就很跳颜色。我就是穿杏色或是白色。嗯哼。然后你平常讲话也是不会有特别其他的腔调，对谁？不会。对男友也是这样的，也是这样，或是凶男友。对男友不会撒娇，哎，我就比较凶，说我要去吃东西啊，带我去啦这种。哦，属于比较半威胁式的，就有点小生气那种感觉。对对对对对那你觉得你最甜美可爱的时候会是在什么时候？就在场上的时候，工作对工作最甜。对，因为场上就是一定要穿那种百褶裙，然后那边一定要甜美，对，笑容一定要是那个在这里。对，那你可以为我们这些男生展示一下你甜美的那个后黑后黑吗？好嘿，好嘿，好嘿！他的气甚至还不够哎，好嘿！可是你怎么搞的？你心虚，气不心虚，他心虚。他这上来第一眼，他想说你们一直看着我干什么？没有，刚刚那个雅涵走上来说他太甜了，我没办法。站在后面，你可以有压力，不同的甜法。我们刚刚甚至有男生来哎，有我们刚刚男生来。什么好飞到的？没有，我就想说好像有点就是太尴尬。不会啊，再一次。嘿，有这个笑容哦，这个甜美，这个甜美。哦呦哦呦，飞到。这个表情很甜美。
他表情应该有甜美吧？我觉得他后面的表演绝对有加分。嗯，可是我知道他为什么觉得没有自信，是就是因为他身高比较高。嗯，那高的女生呢，其实她穿什么都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点距离感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很期待你的男装哦，但是你要用最甜美的方式离开现场。可以。对，好，拜拜。他叫我自己尴尬，还是很尴尬，自己尬，因为他知道自己，对，真的。我们说那个9.9分甜美女孩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他已经换成男性的西装了。哇塞！哎，是那个第二，不是不是第二位，是纯粹男生的那个，就舞台对第二位舞台的男生。我们刚刚有一位来参赛的男生，他现在换好男装了，男装了，对对对，没错。我们要来欢迎他出场，欢迎子子。期待。哇！蛮帅的，哎，蛮帅的，哎，还是你可以往前，然后做一点男生会有 man 的动作，什么 man 的，来几个来，啊，拍照，这边，哎呦，态度，哎，我觉得他好适合，哎，有态度哦，很帅，这里，有帅，有帅，哎，而且比刚自在很多，提高了，哈哈，我在这不，还是这就是你平常的样子，没有这么男生，好像没帅哥，像平常应该戴假发出来，是不是？所以我是帅的啊。啊！好丢脸的，你讲不要说。你不要再显，因为那时候很像我。你不要再这样，拜托，网友要生气。很烦，怎样？嗨，真的蛮帅的。真的吗？如果你愿意这样子尝试走在路上吗？你敢吗？可以试试看，因为我觉得好像，因为可能戴帽子，觉得蛮无违和的。嗯，对。然后里面是假发，里面是假发。子子其实他穿成男装的感觉，他现在的妆感啊，会让我想到，如果他演京剧的男生，其实蛮适合的。哎呦，因为他的那个五官就很适合，哦，会是很漂亮的男生。然后他现在搭配的这种西装，再加上那个牛仔裤，就刚好是，对，刚好是把男生最重要的那种元素穿出来，所以瞬间就会让人家觉得说，哎，是一个潮男。但子子，如果你现在已经变成男伴，如果你还在跳舞的话，性感得起来吗？你说跳性感是帅的，性感舞蹈可以啊，我不知道哎，你说现在然后要这样扶，就是跳你们的舞蹈，对，一小段，然后要在地上的那种，哦，可以啊，转圈的那种，会有帽子会掉，有特觉得帽子会掉，就不要甩到头 ，OK， 好，对，要小心，要小心，来 5, 6, 7, 8，哎。很帅，哎，好像也没有性感的感觉，很帅。好帅，很帅，变帅，变帅，还是变帅，但是我是跳我们平常的舞，没错。对，所以我就说服装会影响。对，没有，我发现少了头真的差很多哎，因为没有办法甩那个头发，还是在甩很重要。对，因为女人未来说头发还是会有很多甩动。嗯，对，现在头发没有办法甩。老师，这个帅度十分吗？我觉得这个帅度至少有8分。嗯，那你知道刚刚佑权老师在你换装的时候说你是男生吗？然后就说，我说无糖而已。没有，他说如果是以那个饮料来讲，不是我的，你是无糖的。对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因为他本身是，他说你一点都不性感，也不甜美。没有，是而且性感，是性感。他说你非常不用心。哎，乱讲。造谣。我刚刚的意思是，无糖就很过分了。不是不是，我说无糖，但是它是辣的啊，因为他刚刚走出去的时候，他不是有点小尴尬，不知道怎么装可爱吗？那是因为他私底下就不是往可爱的路线。你没有这样讲啊，我还没讲完吗？谢谢。私底下是性感路线，不让我讲。老师，慢慢你就气到翻白眼，我要让你气到翻白眼。老师，慢慢练习，练一下，练一下，慢慢你就会习惯了。好，我要练习。接下来下一位呢？大家刚刚的印象应该是停留在他穿那个长袖，然后可以甩来甩去。是第一位吗？是第一位，巫以轩。最甜的那位，对不对？是，他有换装换好进来喽，让你欢迎巫以轩。哇，黄昏吧，蛮帅的，很帅哎，肯尼。哦，还要讲英文？我觉得你好恶心啊！我觉得他可以说台语会好一点。一个几拜，一个几拜，来掏钱买 baby 哦。哎呦 ，baby， 我爱你几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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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婆，好吗？
很帅。我觉得有歌舞伎町南宫关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日本派。刚刚有人说我像那个宝中宝种。对，宝总，没有吧？你可你的 look 是那个吧？间谍加个酒啊？对，我是黄昏。对啊，可是你就有一种恶心感，恶心的黄昏，对，恶心的黄昏。为什么？你看，我看，我知道，我有在追这个剧啊。不像啊，不像。刚刚在化妆间大受好评。化妆间那天，化妆师之前说谎话。超级化妆师，你比较像宝冢歌剧团来扮黄昏，对，像宝冢。你会不会跳宝？你会不会跳宝冢的舞？我不会，怎么跳？你会吗？我也不太会。小孩子会，小孩子喜欢那种这样，对，斜着下楼梯。啊，有啊，真的。哦，哎呦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种感觉。你如果这样的话，应该会很帅。可以啊。哎，五六七八，可以弹，你可以这样下学校。对，帅。五，来 ，Go。很保重哎，很保重。是保重，是保重。但你这个为什么不协调？对呀，平常没在跳这种舞啊。平常都是，所以你平常你那刚刚因为他有穿男装跳他的啦啦队舞，对，你要不要来挑战一下？你刚刚是跳性感的吗？对，啊，没有音乐，没有，没有，自己自己跳，来，起吧。哎，保重。哎，明明态度就。怪感，他刚刚动作是性感的，对，礼貌呢？不是很诡异，你知道吗？一直很想说出一些什么样关于称赞的东西，说不出来，对，会有点很冲突，真的说不出来。保种剧场，你也没有不好看，但就也不没有不好看，你是对。但男的有问题，我觉得是眼妆。老师，我觉得是因为妆啦，我觉得他的妆应该要再卸掉一点点，再素一点。他是不是那个睫毛有点太多了？对对对，因为口红啦。因为我是睫毛是重的，而且我刚刚有听到你们给芝芝的评分8分，对，然后我刚刚在跟那个后台的工作人员说，我一定有10分，应该不会。先不要想这么多，对，先不要想这么多。而且他的衣服会让我一直觉得很像防重哎，对，我也是戴盖帽子，我知道，有一间都防重，你是我跟你说，就是比如北部千万防重销售第一名，感觉就是这个感觉。你知道吗？就是鼻梁站出现在海报上面呢。对，因为他有造型嘛，有帅，是不是这种感觉？有，北区销售冠军，贺，对，最大的贺，年度破千万，我觉得。好像。那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像歌舞伎町南宫关，又会像宝冢，又会像防重，主要是因为他的西装虽然跟子子一样都穿西装，对不对？是。但大家有没有发现他的剪裁是合身的？对。而且脚看起来很细。然后脚又是合身的裤长。然后再加上他的皮鞋是刚刚那一双有跟的，所以看起来就是比较妖娇啦。我们讲日系的那种男公关，他们都喜欢穿合身的鞋，而且一定也会穿有跟的鞋。韩系的潮男都喜欢穿像这样宽松的。其实你们刚刚在聊的时候，他一直坐在那边，他一直在笑，说觉得是一个男团成员。对对对，这么远，他这样，甚至子子，如果你在坐的有点这样子，一直比较宽一点，就像男生这种。可是，那个谁在帅好不好？你什么啊你？老师，最后请给他一个分数。我觉得5分。好，李轩入座，5分，到这。而且为什么你当女生的时候那么可爱，然后变男生这么恶心啊？还好我是女生啊，真的还好。我刚给你9.9分啊。那我是男生，我不就很赌？我也会。不会，刚刚你最甜呢。什么都聊，什么都不奇怪。哇，这句话好老派。嗯，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，记得分享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小铃铛是我要讲，开启小铃铛哦。